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睇星期五朝早嘅天气报告，我系沈志泰。今日咧热得嚟咧都会有骤雨噶。嗱，我哋咧可以先去长洲睇一睇，咁可以见到咧今朝咧已经见到一啲阳光噶啦。从大范围嘅卫星云图可以见到，华南沿岸地区咧虽然咧就有啲云层啦，但呢啲云层咧都唔系太过厚实噶，不过咧就有啲骤雨嘅发展。而事實上今朝早啊，我哋啊，例如屯門啊，同埋大嶼山呢啲地方咧，已經錄得幾毫米嘅雨量噶啦。嗱，睇遠少少咧，喺西北太平洋咧，其實咧就係一個熱帶氣旋叫雲雀。嗱，雖然雲雀咧就唔會咧對香港有影響噶，不過喺週末期間咧，佢就會飛去日本。咁如果你咧都係趁住暑假去日本玩嘅話咧，記住就要留意住當地嘅天氣情況啦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可以睇睇今日嘅天氣預測。我哋預測咧就會有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咧會有一兩陣嘅驟雨，而日間咧就係天氣酷熱，最高嘅氣温咧大概咧就係33度。風格方面咧就會係吹和緩嘅南至東南風。嗱，展望方面啦，我哋預測咧未來呢一兩日咧都會係大致天晴咧同埋酷熱，不過咧局部地區都會有驟雨噶。今朝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見。